林志妍先前在韩剧《黑暗荣耀》出演恶女角色，让人印象深刻，也让她的人气随之高涨。剧集完结后，她和剧中男主角李道宪公开了正在交往的喜讯。近日，林志妍因凭借该剧拿下了第二届青龙电视奖的最佳女配角，可谓是爱情事业两得意。事后，她也分享了出席活动前试妆的幕后花絮照，透露当时真的很苦恼，并附上了换穿五套礼服的画面，其中有浪漫的蕾丝洋装，不买红色花朵贴身礼服，居然还有一字领荧光黄礼服，抢眼的颜色十分吸睛。网友们认为她的锁骨很美，很适合穿一字领的礼服，而她最终选穿了黑色层次一字领长裙，非常符合她本人的气质。粉丝们纷纷大赞林志妍穿每一套都很好看，但都一致认为黑色礼服是最适合她的那一套。幸好最后做了正确的选择啊。